这个 generating curve 呢是 equivalence 的话，也就是它的这个 length 是等于一的话，那我们已经看到说这个 Gauss curvature 呢，事实上还蛮好看的，是这样的，好，也就是会等于这个 generating 的这个方选的话会变成这样子。 好，那我们在上一堂课也就是好好的去仔细分析，因为它原来是比较像是 Q 的 prime， 然后 H double prime Q prime minus Q double prime H prime。好，那之所以可以这样子的这一行能够这样，是因为这个 H prime 就是 arc length 加 Q prime 呢等于一，然后你可以就是做成。 这个部分哈，simplify成这个部分。那从这里你也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图形，你可以猜一下它的图形。比如说怎么看呢？比如说你看啊，如果是 h 这个，我们就看说现在如果是 k 大于0，好，那 k 大于0的话，你可以看到，所以 k 如果大于0的话，因为我们的 h 一开始有说过它是 positive function， 来。 好，所以你可以知道，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变成这带零，那变成 h double prime 少于零，所以它就属于 concave bound 的样子，的那个样子，好，那如果是 k 小于零的话，那这个就是大于零，就是 concave up。好，那你可以看说那个图形会怎么样呢？ 好，你还记得昨天我们说这个样子在这里，然后你做 rotation 出去嘛？那你现在就可以看到，如果你知道你的这个 h square 这个是 concave bound， 所以你的弧形应该是像这边，因为这个是 x 轴嘛，在这里的地方 concave bound， 所以它去绕一下，你大概可以知道说，哦，这样绕起来它这个是凸凸的，所以大于零。OK。 好，那这是这个是 h double prime 是小于零的时候，那一样的，你如果是这个 s， 那它是 concave up， 所以它是类似这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它出来是这种像 hyperbolic 的样子，有没有形状，就会有这个 凹 的地方，好，所以它就会是 k 小于零，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你可以很仔细的去分析到。 啊，它的形状的部分，好，这是第一个部分。好，第二个部分呢，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说，那我们有没有什么特殊几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特殊的例子，就是我如果这个 generating 的这个 function 呢，如果这个 alpha 呢，我把它取是圆，好，比如说我把它取成说，这个如果这个 alpha t 呢，我就把它取成是 cosine v 0，然后。 那你知道这是一个圆的这个样子，好，这是一个 circle。那也就是说你是这个圆，然后呢，你可以看它一个圆，你对圆，然后你把它转出来，所以其实它应该是一个 sphere。好，那这时候你可以去算一下 sphere 在这里怎么就说它的 Gauss curvature 等于多少，所以你可以直接看一下，如果说我们这样看，然后。 也是，它是 is a circle with radius， 一，因为这个是半径是为一。好，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看说它的 curvature 等于多少，那就直接算了，因为你已经知道它的 radius 是一，所以是已经 by arc length 的，所以这个就是 h 是 cosine v，然后 k 的这个分就是 numerator 分子就是负的。 付了 h double prime， 所以你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到你的 h 是你的 h 是 cosine v， 所以 h prime 是负的 sin v，h double prime 呢是负的 cosine v。好，那这里是应该是负的 h double prime， 所以就会等于一。好。
好，那是不是跟你在算 sphere 的高斯 curvature 是一样的？ sphere 的高斯 curvature 如果它的coefficient 它的 radius 是一的话，它的高斯 curvature 是一。来，如果它的 circle 是 r 分之一，它的高斯 curvature 应该是 r 平方分之一，对吧？好，所以就是跟你以前的很多东西会有点相近，就是会想起来。所以就为什么这个 surface of revolution 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example， 就是说，如果你要准备考试的时候，然后你可以好好的导它，然后像就是我上课的时候，像每一个细节你都去讨论，其实你可以讨论的非常多仔细的东西，包括之前所学的。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就是上礼拜才教的东西，就是说如果呢我在转的时候让它不是就是离圆心有一点点距离，好，那在上礼拜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 torus， 对不对？我们就说这个 torus 呢，我们上次的是 suv， 好，那因为 corresponding 老师这一次写的 uv 的样子，所以我可能要改写成是 a 加 r 的 cosine v， 然后这 cosine u，然后 a 加 r 的 cosine v sine u， 好，然后最后一个是最后一个才是我们的我跟上一次我要跟上一次的是一样，所以我把上一次的写一起。好，就是。R 的 sin v， 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 h of v， 好，这是 q of v， 这是 h of v， 好，那记得我们上礼拜算这个还算蛮久的，对，然后我们算出来的答案，好，那当然就算叠叠叠叠叠，那我就说它的 k 应该是什么，好，那你这里可能要很小心的写，好。这一行能够写成负的 double prime h double prime for h， 想请问一下，我可以写成这样，也就是说我可以从负的 q prime 的 h double prime q prime 减掉 q double prime h prime 写成这个，我能够写成这个等号的，你看。因为你现在知道很快可以用这个算，那你可以看这个可以这样算吗？那你如果直接算，你就可以看到说 h v 是不是等于 a 的 r 的 cosine v， 所以 h prime 会等于负的 r 的 sine v，h double prime 会等于负的 r 的 cosine v， OK， 好。所以你就知道你的高斯 curvature 好像写起来应该是负的 r 的 cosine v， 然后 h 是等于 a 加 r 的 cosine v。好，那你会发现怎么跟上礼拜的不一样？好，那出了什么问题？对吧 ？arc length， 那 arc length 是多少？好，那你就可以把这个 h prime。h prime 的平方 ，h prime 的平方加上 q prime 的平方，加起来你会发现不是等于一，它是等于 r 平方，所以就代表说你要除上这个 arc length， 所以最后的答案会负的 cosine v， 然后 a 加 r 的 cosine v。你跟上礼拜不同的只是老师的 u 跟 v。刚好互换而已，那答案是一模一样，所以你要发现说，其实上礼拜讲的 torus 呢，如果你它其实是一个 spatial of 的这个 surface revolution， OK， 好，那但是呢，为什么在这里特别提，就是说有可能就是，你发现了很多之后，你看到的题目呢，都会跟这个 surface of revolution， 你很高兴就把它带下来，所以有可能就同学就带到，就是老师写到白色的这个地方，然后呢。其实是有问题的，啊，就算它是有差一个这个数啊，因为你真的计算是这个。好，那没问题。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老师就给你一个 homework。好。
像昨天老师有先给助教，我想他已经有给你们的，就说如果现在有一个这个 parameterization 呢，是写成这个 f 的 uv， 好，就是一个 graph 的样子。好，那当然这个 f function 呢是好的，是 f 是 smooth function。好，那我就希望你们去算这个它的 Gauss curvature、mean curvature， 还有你可以像我们讨论 revolution 这个一样，你把这个 k 算出来之后，因为我不知道算出来是什么，你就算出来是 a 除以 b， 好，当然 b 不能等于零。好，那然后呢，老师就要你算说，哎，那你能讨论什么呢？比如说你能讨论k 大于零是怎么样啊？什么时候会 k 大于零？好 ，if a 怎么样啊？好 ，k 等于零是怎么样啊？然后小于零啊，或什么的，就是练习一下，可以吗？有在这个 homework 的要求。好，那当然你就可以知道说，因为写成这样子，那跟这个这是 graph 的东西，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 parameterization 是不是它所。就说它是不是一个 regular service， 对吗？好，那第二章的，好，这样子应该没问题。好，在这里我问你，刚刚老师擦掉这个黑板，你可以看到说，哎，你所印证知道 concave out concave down 出来的形状，果然是好像刚刚可以看出来。如果你是对 concave down 的那个刚好它是会大于零，所以它是凸的。然后如果是 concave up 就会 out 的，所以它的 Gauss curvature 真的小于零。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一下说，因为我们一直就是用这个 second form 在我们的 local coordinates 做一些讨论嘛，然后我们就是因为有这个 local coordinates 可以做更多的事。那我们接下来就想说，把这样子的这个 second form 能够在这个 local coordinates 就是 local 的下面。那我们总有一些应用，哪一些应用呢？比如说你有没有想起来我们曾经教的 asymptotic curve？ 好，因为我们是 second form 嘛，我们刚刚说我们是 second form 在 local coordinates 上面， second form 在这个 local coordinates。 那因为是 second form 的 form， 所以我们就会想到说，最直观的当然你可以知道说，second form 的 form 是这样子。然后如果等于零的那一个人，那所以你可以去多 study 一下这个 asymptotic curve 的 property。那我们之前呢，在前面有谈过，在32的时候有谈过，如果只是在一个 point 上面的这个 asymptotic 的那curve 呢？好，就是指什么？就是指说在那个点，好，就是这个 alpha 呢，在 initial 的时候等于 p alpha prime， 在你那地方这个 v， 好，它在这个上面呢，它如果是会等于零的话，好，我们就说它这样的就是一个 asymptotic curve。那我们当时也有讨论过两个很好的 property， 不晓得你有没有记起来，就说如果有一些，第一个是如果它都是 straight line 直线在 S 上面，它是不是 asymptotic curve？ 有没有想起来？我们有证过是，哎，那我们有证过说如果这样的一个 curve， 这样的 curve alpha t， 如果我们知道它的 curvature 不为零，或者是 curvature 是大于零。好，这个是指 curve 的，所以老师写一个 alpha 好了，那个你会想成那个 principal curvature。好，这是 curve 的 curvature， 如果它是大于零的话，我们当时也讨论过说，它如果这个 curve 是 asymptotic， 如果这样的有一个 curve， 它的 curvature 就是你知道它的 curvature 大于零，而且是 asymptotic curve 的话，那它的充分必要条件还记得吗？
因为这些东西都刚好跟第二章、第一章、第三章可以连在一起，是挺好的。所以说我们说它的 binomial 会跟 curve surface 的 uninomial 是 parallel， 记得吗？好，那时候是在一个点上面的行为。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这时候是在一个 point 上面，我们今天就是想要在一个 local coordinates， 所以就是说在P 的 neighborhood 上面可以，所以我们想要更多的 study 说，哎，在这样的一个 local coordinates 上面，我们可不可以更清楚来看这个 syncontic curve 的一些 property？ 好，那我们看一下，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可以多说一些什么呢？好，那因为是要在这个 local coordinate 下面，所以就是我必须找它的这个 parameterization 在这个 P 上面的附近，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说，好，就是说如果我令这个 parameterization SV 呢是一个 parameterization， 或者是所谓的 local chat。我们让它在零零的时候啊，是等于零的，等于我们的 P 点。好，然后我们令呢，我们的 coefficient 就是我们的 first second 方，就是 second 方方的 coefficient U V 就写成一G 的 F 的 U V， 因为现在都是不是在一个点上面，就是在那个点的附近，所以我们才会叫做一个 local coordinates 下面。是 F， 好，然后 G U V 的时候，我们写成 G。好，那这时候我们说，如果有一个假设呢，有一个 curve 呢，有一个 curve 我们称为 alpha 呢，有一个 regular connected curve 呢，好，我称为 alpha 好了 ，alpha T。好，然后这个 alpha t 呢，在这个 in the 这个 coordinate neighborhood， 好，这个意思就是指 coordinate neighborhood 就是指我们的就是 parameterization 的 x 从这个 u 送到这里 v， 这个就称为一个 coordinate neighborhood， 应该还记得哈，这都是我们。第二章的时候谈的，好，这个 x is 如果这样的 curve 是在这样的 coordinate neighborhood 呢，是一个 asymptotic curve 呢，那当然就是指说它的 second form 会等于零的意思，好，所以就是它的充分必要条件 if and only if 就是 for 这个any parameterization 就是任何的 parameterization， 就是因为我刚刚是写 alpha t， 那有可能可以写 beta t gamma t， 就任何其他的 parameterization 呢，好，就是XUV 应该写 X 的 UT VT， 那也许我还是要写 Alpha T 好了，这时候你也可以写 Beta T 没关系，反正就 Any 好，那这时候当然 T 是在我们的 Interval， 因为我们的 Alpha 是从这个 Interval 到这个 Surface 上面，然后呢我们的这个 Second Fundamental Form 呢Alpha prime 呢会等于零，好，那这个等于零呢，就呼应到我们之前就是也是上礼拜谈到，就是只要 second form 的在这个 local coordinate 下面呢，我们其实可以写成说，这个就是等于一的 u prime 平方加上两倍的 f 的 u prime v prime 加上这个 g 的 v prime。平方等于，好，这是在我们的上，应该是上礼拜的课，
当我们做这个包括 Gauss Mapping 啊 Gauss Map 都是在 Local Border 上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式子。好，那我们称为这个式子称第一个星星图的。所以也就是如果我们现在要去判断说这个 asymptotic curve 在 local coordinate 下面，它就是一个 curve， 它会不会是 asymptotic curve 的话，那你就可以去检查这个，如果这个等于零的话，它就是一个 asymptotic curve。 好，那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只是有一个名称，这个 star 呢是称为这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of the asymptotic curve。 好，那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这个 asymptotic curve 我们在 local coordinate等一下有一些看见，所以我们接下来上一个 proposition。